对我凶。你到底要我对你什么态度？啊？像从前那样，是哥们儿，是朋友，啊？我陪着，陪你瞎贫，陪你乐，陪你开心。你要的就是这个，对吗？没问题，很简单。我现在就可以陪你去，去玩、吃饭、卡拉 OK、蹦迪，好吗？可能吗？可能像你说的那样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，我愿意和你做朋友。你真的就是这么自私？我没想错，你还想伤我伤到什么程度？你不知道我这有多疼吗？没错，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，永远不可能。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，当然我呢也没那么愚蠢，我也站在你的立场上想过，你也是逼不得已。我也试图想，我们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，成为好朋友。可是结果不可能。可能是我比较自私吧。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我的感情就这么短，就像雪一样流完了就什么都没有。从你离开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这样告诉我自己，我再也不能这么痛，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心割成一片一片。发誓，这辈子
不再会为女人留地。你在后悔一切，对吗？特别后悔。我后悔我当初为什么那么幼稚。
大夫，你好，叶青是什么病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朋友。哦，他这几天一直挺累的，做了大手术又赶上值班，他是过度疲劳加上精神受了点刺激。没办法，你这盯着贼紧。我操！哥们儿，我刚刚坑上了一次呀。你要干这事找别人干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那你说呢？上班的时候给小姑娘打电话，
没有。哎，雷子，听说你和你媳妇儿重修就好了。你管什么？干活去。找到这儿来了，怎么了？房间里有什么猫腻，不方便让我来这儿？有猫腻也不猫在这儿啊，进屋吧。方便吗？太方便了，我请你喝杯东西。随便点啊，就当自己家。坐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送女儿花。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。刚才我去医院，你不在。不会是看到了我，顺便送给我的吧？你这么说我会特别难受。100%送给你的。坐。说实话，怎么找到我这儿了？我去你店里了。你是工伤啊，还是税务查账？害怕了。我在你店里看到了黑皮，还看到了那些从局子里出来的人。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谁说的，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也没什么为什么，就觉得他们挺可怜的。当时他们也是一时糊涂，很多不是存心要犯事儿。这之后呢，所有人就跟戴了高帽子一样，向脸上刻了字儿，走到哪儿别人都看不起。得有人帮他们一把，要不然他们心里都装着恨，对社会也没什么好。是不是看到他们，就想到了你自己小时候，总是挨骂？我有那么惨吗？其实我在398那会儿，倒跟那些人挺像。落后分子，对落后分子。
劫货了几辆走私车，发现和你们公司关系重大，有关系也是个人所为，跟公司无关。我们调查过你们公司的成员背景，很复杂。他们基本上都是好人，而且都决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这个请你们放心。 别火上加油了，韩大夫手术失败了，病人家属正闹事儿呢。什么事儿？就是那个农村青年骨癌的呀。本来是你的手术，韩大夫知道你身体不好，就临时决定替你做了，结果韩阳真倒霉。 你不去上班，在这儿干嘛呀？对不起。
不怪你，这个手术本来是我的，我会向院里说明情况的。你现在去只能是添乱，这种事情很正常。可病人家属一闹，肯定会影响你的。乔，手术前我已经写了请调报告。 请调报告。院里有一批名额，支援边远山区。我有一个科研项目，正好涉及到这儿。以前就想走，科里找各种借口不让我走。现在好了，不走也得走了，歪打正着。你是想让我永远心里不舒服吗？ 我就是想做点实事。我现在去跟院长打声招呼，你和雷雷的婚礼我参加不了，回头你替我向他问好。这样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一辈子幸福。 雷达，雷达，雷达！
上证指数首次高开，随后在钢铁、金融等权重板块的带领下放量上涨。下午虽然出现了一波急跌，但最终还是在买盘的推动下高收。上证指数一度达到了3292点，离3300点仅一步之遥。最终上证指数收于3291.30点，上涨38.70点。深成指收于8963.47点，上涨177.64点。两市成交总额3700亿元。哎，怎么样？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对外宣传中国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好机会。如何在奥运会上展示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风貌，这引起了两会上委员们的极大关注。截至目前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共收到提案4500。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。孩子，我们知道你对蕾蕾的心，我们非常非常感动。可蕾蕾现在这个样子，也许一辈子都是不如死。我们不想拖累你，小叶，你就离开蕾蕾吧。因为开始你自己的生活呀。你不能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会离开他的。只要他需要我，我就会一直陪他。只要他需要我。今天怎么样？好吗？嗯？又长胡子了。昨天刚刮的，今天又长，还真是老爷们儿了。啊？笑一个，笑一个。都睡多久了，还不醒？我都给你记着呢啊！整天睡呀睡呀，都不嫌烦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醒了来娶我。街道呀，接管你的蕾蕾汽车店了，员工全都是刑满释放人员，连主管都是，连中央台都报，特别好。你现在可是本市的大名人啦，干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，真的。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。你比谁都善良，以前还真是怕你闹，嫌你烦，怕你跟我吵。你现在好了，一句话都不讲了，
真不理我了呀？啊，也是啊，早就习惯了，习惯你那样了。飙车、骑摩托、发疯，那才像你呀，是不是？摁一下，哎，来。今天爸爸妈妈来过了，是不是啊？跟你聊多久了呀？他们跟我说，让我走，让我自己重新开始生活。唉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都已经习惯了。没法离开你，是不是啊，蕾蕾？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呀？嗯？